大的压力，确实我觉得他也非常不容易。从05年他从05年出道，他从06、07年拿世界冠军，我还是世界30名开外的选手。其实我一直以前也是把他包括当成一个偶像来目标来追赶，这是我心里的实话，因为我确实非常的崇拜他、喜欢他。至于现在大家到了一定的高度以后，我觉得能作为一个对手